了今天，你会忘记很多事。没有人曾经对你这么情意相挺。追他的比赛，耶、！追他的比赛，哎、你的呢？那没关系，反正你不参加，我也不想参加。也没有人曾经对你这么真心告白过。海里的鱼虾水草，乌龟海藻，我陈小华要林安利当我的女朋友，你们听见了吗？会对你们讲，是因为海里的鱼虾有多少，我的认真就有多少；大海有多深，我的诚意就有多深。我的诚意跟你们一样真。你跟陈小华打从一开始就不曾相遇，也不曾相识。所有跟陈小华有关的美的苦的好的坏的记忆，都将随这张纸这个瓶子远离你的心里，飘到世界远远的角落。从此以后，你会让现实归于现实，让梦永远只留在梦里。再见了，陈小华。这无助的感伤，我一个人回家。来来来，刚才啊，火开得太大，有点焦，不过这个味道应该还可以。哇，来来来，我没有想到我这辈子啊，居然能吃到唐警官亲自做的菜。对啊，而且居然还有石墨鱼肚哎。爸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做这些菜的？哦，看食谱学做菜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来吃吃看。不管，我先开动啊。对。好吃哎。哦，味道不错哎。没想到啊，我们一家人可以这样开开心心的吃饭，真好。喂，我唐一心。啊，现在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临时有任务要赶去支援了，你们先吃吧。谢谢你，我会赶快回来把它吃光的。好，等你。我会先帮你吃完。胖死你！叶青工作这么忙啊，忙到连顿饭都不能安安心心的吃完。刚升职啊，都难免这样。我以前不也都是这样过来的吗？还好他没对象，要是结婚啊，老婆肯定气死了。那就不要结婚啊，单身没什么不好。如果有对象，心情就会稳定一点啊。那也要看什么对象吧。如果是好对象呢，
一莲，我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认识，好不好？妈，你要帮我孝敬啊？不要啦，好尴尬哦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早点回来啊。那你呀、啊，就不要把它当作是相亲，就不会尴尬啦。相亲就是相亲，什么叫不要当作相亲啊？一莲，你不要这么想嘛。甘医师是一片好意，他说这个对象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。妈，你不要帮我做主意，我不要。你先不要拒绝嘛，去看看，如果不满意的话，不要说你了，我啊都会先帮你打退堂鼓，好不好？就当作是帮你妈的忙，去应酬一下，不要你妈难做人嘛。吃点，好吃哦。走，啥带回去？是。走。韩警官，谢谢你赶来帮忙。应该的。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你跟你爸真的是我们警界之光。过奖了。没事啊，我爸都会回答，他只做他该做的事。我们所长啊，一直要拿老韩警官当典范。林师傅闻风到退休，真是难得啊！来，坐坐坐，谢谢。所以啊，我一直不相信李娟嫂自首的事。虽然啊，她挺可怜的，但是刑大那边最近有传言，说不定这件案子当年真的有重大过失。小李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吗？不久前，李娟嫂来我们派出所自首。说他想起来刘生义是他杀的，可是他的状况很不稳定，搞不清楚梦境跟现实，而且当初这件案子是你爸办的，根本不可能出错啊。哦，所以你没有受理李美娟自首的案子？当然没有。哎，说来啊也很可怜，李娟嫂啊梦里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一路走到外地去，前天被送回来的时候精神状况很不好，而且他讲的根本就说不通啊！他想替喜弟顶罪，十年前就应该出面，儿子都已经假释出狱才假，可见他头脑根本就不清楚嘛。没错，李美娟住过疗养院，他的精神状况本来就不稳定，他的儿子李启立就是凶手，这件事情毫无疑问啊。没事没事，大家不过随口说说罢了。不是，小李，这种事情怎么可以随口说说啊？到底是谁的传统不实谣言？你别管是谁嘛，是我四爷，你怪我好了，好吧？喝茶喝茶喝茶，晚点请你吃宵夜啊！喝茶，谢谢，不用了。齐力，当年是你杀死继父的，对不对？我再问你话，为什么不回答？不觉得你问的问题很奇怪吗？我已经服完刑，而且在你们警察眼里。叫请客饭，这样答案还不够，不够，当然不够。给你盖上前科的烙印，就算你好好忏悔，好好赎罪，不是装得可怜兮兮的，像个法律的受害者。让你妈帮你顶罪，让我爸帮你陪葬，你要让所有跟你有牵连的人都没好日子过，是不是？收回你刚才讲的话。你还没有资格命令我请客饭。是我还放不下。